谢我们赵龙，谢谢，感谢猪。目前我们的霸王别姬是94分，雨蝶是73分。谢谢我们一颗流星，谢谢。我们雨蝶冲上来了，哦，我们志文哥，天哪，谁赢了？好吧，很遗憾啊，没有到达大家的串烧啊。我们现在是霸王别姬164，雨蝶116。那我们接下来的舞蹈是《霸王别姬》，送给家人们。哎，铁铁们，我们一起把《霸王别姬》打在公屏上吧。我，哎，大家是不是假霸王？来，《霸王别姬》送给铁铁们。最终
送给家人吗？气死我了，我把自己都给杀了。欢迎入团的铁铁们，跳错了《霸王别姬》的感觉，别姬，虞姬已经气死了，气什么呢？自己是真的，然后霸王是假的，然后自己还得自刎。谢谢。搞不懂为什么虞姬要自刎，哎，气死我了，为他打抱不平。自刎是什么意思啊？让你小时候好好读书吧，长大了连自刎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为了爱呀，霸王又不爱他，是不是？不值得的啦。愚忠，哎，这句话说得好，很像虞姬啊。虞姬长什么样子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不自刎就不是霸王了。嗯，美女配英雄啊，可以是美女配英雄。为了那份付出的真心。等一下，我先打个喷嚏，冷死我了。来，铁铁们，下次不要让我跳霸王别姬了，跳完霸王别姬我就气死了。霸王肯定是爱他的，哎，这种爱给你吧，爱你让你去自我，你要不要？哈？那个，这个叫什么？哎呦，这个两个字我怎么不认识了？那个叫什么，怎么说呢，这份爱给你了，他很爱你，然后他需要你去自刎，你就去吧，他是爱你的。
谢谢南城，谢谢，谢谢疯子，谢谢。自刎和殉情不一样啊，如果双双殉情的话，那还是挺好的。那单是一个人自刎了，嗯。谢谢夜未央，谢谢夜未央的玫瑰花。不懂当时的情况啊，小鹿虽然不懂当时的情况，但是我知道真正爱一个人的话怎么会是这样子，对吧，小女子啊。霸王也挺惨的，还是那个那个怎么说呢，哎，那个哪吒，那个哪吒的那个故事，哪吒的那个故事里面的大王叫什么呀？铁铁们看过哪吒吗？妲己，妲己和那个大王才是真爱，大家看过那个吗？妲己和那个大王才是真爱呢。哦，纣王，那个叫纣王。哦，对，纣王和妲己那才是真爱，对吧？纣王明明知道他是狐狸，嗯，他还是跟他在一起了。在最后的时候，嗯，就是在最后的时候，他选择和妲己一起，那个叫什么，双宿双飞了。小时候看不懂了，小时候光看哪吒了。长大以后，嗯，好像是我在抖音刷到的说纣王和妲己的爱情故事吧，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恍然大悟啊。纣王贪美色，那可不，就算他贪美色，他也只爱妲己一个人，为了他也付出了生命，对不对？再说讲句那个话，谁不爱美女呢？是不是在座的各位也都爱美女吧？因为爱美是人之天性啊，我也喜欢漂亮的东西，谁不喜欢漂亮的东西呢？但是能真正的去呵护爱护漂亮的东西，那是不一样的，喜欢归喜欢啊，崇拜纣王啊，嗯，没